星中派位公布结果，今年无论是首志愿定是头三志愿的满意率都有提升。其中在油麻地这间小学，有学生收到星中派位结果之后表现兴奋，同学间都互相打气。有家长陪同仔女去到学校，知道获派心仪学校一起拥抱。今年有超过52000个小六学生参加星中派位，经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，获派头首志愿占81%，较去年上升4%。获派头三志愿就有92%，亦都上升2%。学生和监护人需要在礼拜四和五去到获派中学注册，否则会被视为放弃学位。知道那里的学生品学兼优，同埋佢嘅校訓都好好咁樣，都好興奮、好開心咯。因為本身都係預期係第二志願，而唔係第一志願咯。陣間翻屋企食大餐咯，緊張就必定有嘅。不過就阿媽同阿爸就成日同我講話順其自然啦，靠運氣啦。冇諗過會入到呢間，係當初一收到係尖叫咯！呢間係一間好名校嘅名校，最緊張嘅係驚跟唔上啲成績，但我會盡力嘅。我屋企人都讀翻同一間學校咯，係啊，咁所以都幾興奮嘅其實。有冇考慮過移民？暫時未有啦，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只要你肯做翻好自己嘅本分，咁佢去到成長，佢一路去到讀書，咁基本上我覺得其實哪一個地方只要肯做，一個人肯努力，他都可以去到有一個好的前景的。